确实没学过，爱像无心电波，这微妙的感受原来就是心动。你突然出现将我认知一一打破，你可爱的笑让我世界的分子都重构，意料之外的交错，计算不出的结果，遇见你的那刻心跳瞬间超负荷，我的心脏因你蹦蹦，心动的节奏蹦蹦，下一秒就要跳到外太空，我的心脏因你蹦蹦，无法自控的蹦蹦，就这样跌入爱的黑洞。 Oh I'm thinking of you，现实世界中已经不流行玛丽苏了。那他们喜欢什么啊？来，跟我来，我告诉你。没有找到再就业的漫画角色，请到这边集合，有序排队。正式介绍一下，我是漫画流失所所长免贵姓张。专门给你们这种主角提供再就业服务，一旦你们的漫画停止更新，你们的世界就会褪色，随之而来就会坍塌。啊，不过不用担心啊，你们是主角，画工精细，画风和谐，你们可以去其他漫画再就业。可是我不想去其他的漫画呀，我只喜欢我自己的故事。那作者为什么要停止更新啊？那些都不重要了，重要的是在现实世界中，玛丽苏漫画早已经不流行了，属于漫画类垫底的作品。哎，来，我带你看一眼。来，白小姐，请进。为什么你不更新了呢？如果可以见到你的话，我一定要问清楚。我不知道你躲在这里需要做什么，但我都没有兴趣。让开。我是你画的白苏鸡。刚才我摔倒的时候感受到疼了，在我们漫画世界是没有疼痛的，所以呀，这里应该就是现实世界吧。而你就是我的作者。你的意思是说，你来自漫画世界，是个漫画人物。你想起来了，那你什么时候可以帮我更新漫画？所长说若再不更新，我们的世界就要消失了。有病就去医院，戏多就去演戏。让开。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让开。这是什么游戏啊？不要再动了。你干什么呢，安雨峰？原来你叫安雨峰。你好，我是白素姬，你一定就是他的管家吧？教授，我不认识他。安雨峰，等等我。安雨峰，你不帮我更新漫画吗？要
下雨了，好可惜哦，没有彩虹雨。你要去哪儿？在这里我只认识你一个人。撒谎要建立在物质世界的基础上。什么是撒谎啊？你有没有常识？知不知道雷雨天不能站在树下？会。我就知道你不会不管我的。他淋雨怎么会变透明呢？难道他说的是真的？白苏姬是吧？你什么时候可以帮我更新漫画呀？不急，我有几个问题想问你。你问吧。你家就只有一层？嗯。原来作者都过得这么惨啊。你住城堡是吧？不说这些了，你到底是怎么来到这里的？哎哎，那边不能去。你不会没有私人厨师吧？那你怎么吃饭呢？对不起，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你是谁啊？天猫精灵。我在呢。这是自行车。嗯。你的车子只有两个轮子吗？这一定就是产自意大利 Cora 的大理石吧？还好你有这个，不然你真的就过得太惨了。这是马桶。你还养马了？你没见过马桶吗？那你们怎么上厕所？什么是上厕所？怎么，你们漫画人物只进不出，吃喝拉撒一概不提？在我们的世界，一切都是梦幻的，所有都是美好的，其他我就不知道了。怎么会有人看这种脑残漫画？什么？为什么你家的东西都是两个？因为我不喜欢单数。单数？是谁啊？你为什么不喜欢他？那他喜欢你吗？你先回答我，漫画世界是物质世界吗？你们是碳基生命吗？运行规则我也不知道，我只是正在看我的漫画，一眨眼就看到你了。晚安了。哎，你出去睡沙发去。为什么？这是我的床。可那里不是还有一张吗？这张不用，你赶紧下来。说
去。